好，那么上面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删除文件啊，删除文件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在这里面，比如说我要删除某一个文件，你注意啊，无论是你编辑文件，还是你删除文件啊，还是你创建文件，都是你对工作区的改动啊，都是你对工作区的改动啊。那么比如说我删除文件，我就使用这个 rm 命令呢，把它删掉，我们就可以呢直接使用这个rm 啊，我要把我这个 rm code to 点 text 我要把它删掉。好，删完之后呢，你 ls 看一下你这个文件没有了，对吧？然后你 git status 你看一下啊， OK， 它就会提示你你删除了这个文件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说删除文件啊，也是工作区的改动。那你想恢复这个文件，你就可以呢使用这个命令丢弃工作区的改动啊，就是使用我们下面的这个 git check out 啊，你可以丢弃这个改动啊。你比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直接在这里面给它 check out 杠杠 code 区点 text 啊，点 text， 好，回车。那么你再给它 status 看一下，哎，工作区干净。同时 ls 看一下这个文件是不是回来了，对吧？哎，这是你删完一个文件之后，你可以呢将它回来啊，让它回来。然后啊，比如说我要确实要把这个文件删掉，怎么做啊？直接还是 rm code 区点 text。然后 git status 提示你你修改了这个删除这个文件，其实就工作区的改动。下面你要把这个改动呢把它放到这个暂存区。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时候啊，你删除一个文件之后，你把这个删除的改动放到暂存区，你可以使用 git add， 你也可以使用 git rm 啊，比如说 git rm code to 点 text 啊。好，给的 status， 哎，你就会看到现在的这个删除的改动已经放到这个暂存区里面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再想让你这个文件回来，跟我们之前说丢弃改动是一样的啊。先取消暂存，取消暂存之后呢，再给它 check out 啊，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撤销修改这几种场景是一样的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你改完之后，对吧？你删掉一个文件之后，你还没有把它放到这个，哎，暂存区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命令让它回来。假如说你删完一个文件之后呢，你已经把这个修改呢放到暂存区里面了，你就先取消暂存，再让它回来啊。哎，删除文件呢也是工作区的一个改动啊，你注意。那么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暂存区里面之后，对吧？比如说我确实要把这个东西删掉，我就可以呢去创建一个版本啊，记录版本记录啊，直接呢就是 git commit 杠 m 加上写上一个删除，那么我们就在里面啊写上一个删除 code 哎区点 text 啊。好，回车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 git log 你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我就又多了这么一个版本记录，对吧？那么你注意啊，你的版本记录过长的话，你使用 git log 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下面给你出现了一个冒号，对吧？这是因为它一屏显示不完了啊，你可以往下翻。哎，怎么退出？直接按 Q 就退出了啊。哎， Q 退出。那比如说我版本记录扩长，我可以呢让它以简短的方式显示啊。怎么显示啊？就是 git log， 然后呢写上叫做杠杠 pretty 等于 one line 啊，等于 one line。好，你一回车，哎，这里面就以简短的形式呢进行显示啊，就是哎版本一、版本二、版本三、版本四，删除 code to 点text 啊，各自点 text。 那么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记录呢，在我们之前的基础之上，再看到我们刚刚画的这个图，其实呢就是在这边又来了一个啊，注意在这边相当于又做了一个记录。哎，这个记录呢相当于在这边又做了一个记录。哎，这个记录呢就是你在这边直接在这边再加一个记录。哎，记录的就是你删除了删除code to 点 text 啊，就是删除了哎 code to 点 text 啊，在这边做一个哎，相对于上一个版本你干了什么啊，这个记录就是 OK， 还是它啊。那么这个呢 OK 啊，那么这边就相当于它做了一个修改记录。然后呢同时这个东西呢往上移，然后呢这里边再给你做一个哎，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版本说明说一下，记录写一下，就是哎，删除 code 去点 text 啊，哎，这里面就是在这边 OK 啊。那么
好，哎，对应到我们这个图上面就是这样啊，又来了一个季度啊，又来一个季度，哎，那就是我们刚刚删除这个文件啊，删除这个文件，哎，这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删除文件啊。那么删除文件的话，你要注意的就是，哎，你可以使用这个 get im 命令啊，用于删除一个文件。如果一个文件呢，哎，你删除之后啊，如果一个文件你已经把它放到这个版本库里面了，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去担心它被误删了啊，你可以通过恢复版本啊进行一个恢复。文件啊，进行一个恢复文件 ，OK。那么这里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删除文件啊。删除文件的话，首先你要注意，删除文件呢也是工作区的一个改动，你也可以使用 get checkout 去丢弃工作区的改动。那么你删掉一个文件之后，你确实需要删除它的话，你可以使用这个 get rm， 把你删除的修改呢先放到这个暂存区，然后再使用 git commit 的去创建一个版本记录啊，版本记录 ，OK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是哎，你要假如说你误删了一个文件，哎，误删了一个文件，你想恢复，你可以呢通过这个版本的恢复啊，但是你注意，你只能恢复到那个版本里面那个文件的样子啊，之后的那有一次的修改呢，你就丢了啊，丢了啊，你只能恢复到那个版本里面哎文件的样子啊 ，OK。这是我们的这个删除啊，删除。